是你们的老朋友孙悦。这个从前的农业社会啊，春耕、夏耘、秋收、冬藏，人生也是一样，也如同这样的四季。可是有一些人呢，哎，他觉得不能接受，只有年轻好。你看看这现在，你看看人家这年轻，你看看这，你看看人家的皮肤。我就把手伸出来，我说你看看我这皮肤能有这么多皱纹呢、啊、是我经历了那么多岁月，你能不能做到是看你自己要不要接受。你总在想从前，哎呀，从前多好，从前多好。你有过从前，你有过曾经，你在曾经那个时候，哎，也在念书，也在谈恋爱，哦，也在跟人家赛跑，也在游泳得名次，等等等等，都有过，但那都是过去了。享受现在，活在当下。如果说刚刚我说的这个啊，春耕夏耘，这个秋藏冬，这个秋收冬藏，冬天呢、啊，想想他有过从前，哎，我也有过从前。可是，在想的事情的时候，不要忘了一件事情：时间是继续往前走的。我们能够一步一步地走到现在年老了，这是一种享受。这不见得每个人都能够年老，年老去接受它，哎，去享受它。当你在老年的时候，你觉得年轻人呢可能很早，但是我年纪大了我就不会了。因为什么？年纪大了以后，我自己会知道我自己要静下心来，我去接受一些事。有时候你会想到啊，年纪大了我可能做不了怎么样，我慢慢的做，我一点点做。还有你曾经看过的老电影，你曾经读过的书，你所喜爱的东西，重新在回味的时候，我再告诉你，老年的生活中间趣味无穷。年轻看不懂的诗章，你到年老的时候再看就不一样。你在年老的时候再看你从前曾经看过的电影，你才知道真正电影里面的真谛在哪里。亲爱的朋友，老朋友真的是享受，老年可以好好的把它过好了，不要总对从前觉得都过去了，希望在眼前，上帝赐福你。